得，这唔呐爱用查甫囝的角度去思考，这嘛爱徛伫咧伊咧立场去思考才对。安尼送伊的物件，应该才会介，当真？What's Debbie? What's Debbie? What's Debbie? 我是境界明日之星。What's Debbie? 还好啊啦，安尼一直念一直念，这下人搁聊住搁你念什么咒语嘞？我即马是咧换位思考，你念唔捌就卖吵好不好？好啦，我点点就死啊嘛。还要搁念一届。What's Debbie?我是 David， 我是 David， 我是境界明日之星，我是 David， 我是 David， 我是境界明日之星。安怎？你想好未？好啊，我要去变做 David 啊！你都把我当作是 David， 有问题尽量问我。哪呢 ，David？你想要什么设计礼物？我逐天在外口查，忝到那到，若是能让我放一礼拜的假，好好睏一下，就是上好礼物。所以，你的设计礼物是想要我陪你睏？哎，等等等等，你到底是讲认真的，还是在讲讽刺？我是认真的啊。若是这是 David 的设计愿望，那呢哦，除了陪伊睏，我阁会当给伊睡前按摩。你帮我轻松，安尼更加好困哦。你嘛较拜托的是了，你是一个查某囡仔咧，你敢知影矜持是啥？矜持，你矜持一下好无？啊，对面拢讲伊的生日礼物是爱我陪伊困啊，咁我会记住伊啊。我是卖讲，你的理解哪会变成安尼？你袂当安尼凊彩。就共答应讲要陪人困吧。哎，你是查某囡仔咧，你爱甲主动上上门，迄陪吧有啥无共啊？那拄着带的人，一个向抱伊啊，是危险嘛啦？干嘛呢？那安尼顶一届我替你高腰啊，嘛唔就是主动上上门，不过你嘛无甲我抱起啊。啊！迄无够，因为我是正人君子。啊，不过若是别个查甫人，我就唔知影。啊，非得袂用的就袂用的啦。等若一个无拄好，迄就伤危险啦。好啦，你讲的嘛有道理。安尼可能是我的门口有问题。我安尼啦，你搁变转去德比模式，我讲问一解。What's Debbie? What's Debbie? What's Debbie? Oh, 你问 Debbie， 你心内上大的愿望是啥？我的工作本来就危险，为了抓犯人，每天在外面走，三不五时，我要抓到抓去。我上大希望，就是能平安回来，莫让我关心的人烦恼。没有，我了解，我知影，我知影。好听没？小李真正知影要送伊啥个哦？我知影，就参照你讲的 ，surprise 是用钱买袂到的，所以我就决定我要家己做。你要送啥？我想要亲手做一个手工的平安符送给 David， 可以挂在身上，大家平安到厝。这个 surprise 一定介意，咱今日转啦。这戆查某囡仔，真正不知道目的出来倒来了。倒去厝嘛好啦，可等下倒去厝了，我得好好啊，该开导一下。下巴抬高，哎，
行康嘞，行康嘞，走路莫我巴兰阿桑嘞，较笑的啦。来，关头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长得很好，啊，我袂要选美啊，现在我都爱训练这美姿美仪，我拢袂晓走路。有啊，你敢知我拄啊变心变成迄个 David 的时阵哦，我有感觉到，这个 David 咧介意查某人应该是一种端庄娴熟，搁一挂女人味的查某人。迄日本哦，一句俗语咧讲，力如芍药，坐若牡丹，行犹百合。啊，像你啦。啊，卡袂到就要甲人过肩摔啦，若无就是甲查甫伫遐咧瞪眼孔、称兄道弟。我看哦，这德比应该是对你无意思。哪有啦？人德比嘛讲我亲像是花啊。嗯，是圆仔花。你大家想看卖，伊已经拢叫你圆仔花啊，你毋过赶紧加强练习。哪呢？除了西装打扮、美姿美仪，我搁爱做啥物改变？我敢想减肥。一查某就是爱腰束、马步、尻川垫裤裤。你平常时就有运动的习惯啦，所以你即马需要的应该是爱减脂。减脂。我最近是有食较侪啦，感觉规巴肚全油，敢有遮尔明显？啊，做查某囡仔就要去辛苦。查某人的体脂稳定，就比查甫人搁较悬啦。佮加上你有咧运动，所以哦，即摆你的肌肉量佮你的体脂肪，即加起来，我规个人就若像咧金刚芭比。我看起敢真正有遮尔大只？我忽然间想到，我前两天哦有收到健康报告，我体脂是真正有较悬啦。那呢，我应该安怎做？节食还是增加运动量？啊，不过我平时拢有伫做瑜伽，搁有用这哑铃伫运动，你看。这么该做我嘛拢去做啊，搁有啥物需要我斗相共的？是讲，你需要联系，要安怎接吻，我嘛会当甲你斗相共哦。想得美，想要甲你接吻。刚刚你怎么在想象咱两个接吻的画面？随便啦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跟安妮接吻是啥物感觉？安妮？哦，你是讲迄个 CPI 迄个安妮哦？是啊。你问这些问题啦，啊，甲一个塑胶人在咧接吻，那有啥物感觉啦？是啊。所以 David 的意思是，跟我接吻，意思是伫个金属家。哎，阿姐妈，我需要倒三缸的话，那不我你要休困啊？来，你等下，我有物件要调理。号码现在没有回应，所以无法接通。谢谢。嗯。这是倚靠。倚靠。是啊，我想足久的，唔知到底送什么礼物给恁妈才好，我都上网查。
看到网友建议讲会当上依靠，因为甲依靠共音，意思就是时势呐、大汉呐有出脱啦，会当独立啊，就会当互时代依靠。安享晚年嘛是对时势一种肯定，这是一个真好的祝寿礼物哦。阿姊，你为着要送阮妈生日礼物，就阁特别去查资料，真是感谢你。这无啥啦，我是感觉这个礼物真符合恁妈对你的期待，所以真有意义。而且阮爸毋是有交代，爱我斗三工替你办寿宴。啊，既然恁妈无想要办寿宴，那安尼哦，咱就较低调的送伊一个小礼物就好。哇，我妈这摆应该会办一个足惬意、会足欢喜的生日寿宴才对。哎呦，这也不是你的不对啊！人不是讲时代若有会想要过生日，都爱较低调的，安尼才唔爱过鬼车，安尼才会当健健康康食饱子。所以你无替你妈办寿宴，也是一种友好啊。多谢你。